那现在人员架构已经很清晰了啊，我们来听听看。 今天具体的规则还没说呢，来，请听规则。我们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，根据排名，我们会给到总裁不同数额的薪资包。总裁呢，需要根据各位的职级来由高到低进行分配。总裁可以选择换掉本队的总经理，所有比拼结束之后，全场累积薪资最低的一位总裁和三位员工要接受惩罚。 这个惩罚要跟各位隆重介绍一下，我们把各位嘉宾朋友的一些非常可爱美丽的照片做成了棉花娃娃。啊！大家如果输了的话呢，就需要在下班之后将自己的棉花娃娃送给五个路人。好，真人的棉花娃娃大家都没有见过吧？来吧，展示！哇，像一排咸鱼上来了！哎，我的妈呀！ 这一环节，我觉得精彩到可以逐个分解一下。我都认不出来谁呀、啊？我真的想问一下，这个水龙头是？谁啊？这皇子。啊，那是我呀。对，这皇子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雨桐，咱不能输啊！这太吓人了。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套睡衣。<笑>我那么美丽的倩倩。<笑> 咋了？这是？哎，小丁，小小的脑袋，大大的问号。<笑>这是谁呀、啊？有人认领一下吗？哇，这谁呀、啊？晨儿姐，这晨儿姐。啊，这是不是咸鱼吗？<笑>我石头身，我的妈！<笑>这个真的不能输，朋友们，这太吓人了。好像咸鱼。好可怕呀！朋友们。 这是杨迪，不是，这不是，这皇子，哦，这皇子，这个侧面已经很吓人了哈，你们看一下正面。<笑>谁要？谁要？皇子给你报仇，你看迪哥这个，<笑>三娃。哎，你以为他只有一面？不，他有两面。<笑> 互相伤害，谁要？那边的观众，这边的观众，哎，方面，今天真的不能输啊！朋友们一定要赢啊！一定要赢，太可怕了！一定要自己赢下来拿回家销毁，也不能发出去。 太吓人了，好吧，今天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各位注意，一开始我们好六工会会给我们三位年轻的总裁一笔起始资金，弟弟去自己的开心玩吧，小田去有何不可，然后皇子去老地方，请各位开始我们的首轮分配，个十百千万十万。 老板，我来了。哎呀，恩熙啊！哎，老板，啊，8000吧。哎，那太好了。好，8000。如果再高点就更好了，老板。哎，给你多一点。哇，谢谢老板。哎，有给你装进去啊。多2块呗。可以，8000。可以。这是你的资金啊，然后后面可以再聊。这才。好不好？我是你的火腿的。谢谢。哎，你看看，该你嘛。别把我换掉。好好好，嗯，咱们尽量先保证这样赢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输的，一定的哈。首先，我们的这个起始这个资金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真的吗？对，现在只有2万。<笑>不可能。我这样吧，我给你40%，我也没要你一半。行。好吧。你只给我这么点是吧？不是只给你这么点，这个是40%。你看我像酒客吗？ 你听我这么点，你听我说完。二位剩下员工的钱由你自由分。我从这里面还分。啊，休想！你少来，快点。我给你按照40%已经够多了。算了算了，快就快点，10000我走了。哎呀，下轮的，下轮下，下轮肯定给你涨。下轮我们的那个工作跟那个活更多了。要不说你深得我真传，怎么能要不到？我终于懂人家问我要钱的那个。 是这样子，我给了他20000，但是现在他准备打算私吞这笔钱，我觉得他非常的过分。为了补偿你们，
我额外从自己兜里面掏点钱先补给你们。好，目前为止下钩还是稳定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。好，一个成熟的公司呢，需要大家的完美配合和高效率的沟通。那接下来环节是非常考验大家的这个团结协作能力的。我们每个员工会有自己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，就看总经理他能不能保住自己这个职位了。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呢？请听。全员戴上耳机，总裁来负责描述，员工呢负责猜题。总经理坐在总裁正对面的位置，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能说出题目上的字。员工呢，一名是用摸鱼小孔眼镜，另一名呢是在跑步机上跑步，然后回头进行捡漏。限时4分钟，每队有一次过的机会。过吧，过吧，过。猜对题目多的获胜。第一组是田总的公司，田总请坐。你坐那儿吧，等等等等，还有跑步机你们走不了啊。啥也听不见。雨桐，雨桐太看那个眼镜啊，真的好笑，一直斜眼看人。好，来4分钟计时开始。3个字，看我，看我。眉，眼，抛媚眼。回答正确。抛媚眼。回答正确。哇哇！这么简单啊？表演了，是不是表演？表演不能表演哈。描述啊，2个字，肚子，怀孕，中断，围裙。嗯，而且，2个字就是下水，下水，潜水，下水，游泳，内裤，泳裤，好，回答正确，内裤，裤衩，泳裤。赞。那雨桐姐演过。女王陛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6个字。6个字。有一个法棒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全身变，全身变。穿丝袜。法棒，全身变，巴拉巴拉小魔仙。回答正确。少女战士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啊，好快啊。他累了。下一题。4个字，4个字，我们所有人的口号，花少的口号，我们，你慢点说，说就九，你慢点说，说九就九。好，回答正确，小猴子对了。你就是，你再参与吗？啥呀？啥？雨桐，你们看雨桐的那个眼镜，那意思。感觉你睡着了，睡了，要睡了。这样，玛卡巴卡阿卡玛卡米卡玛卡，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，杭当阿卡。雨桐醒醒。好，下一题。4个字，4个字，看我，看我，4个字，4个字，看我，4个字。嗯。放不对，3、2，4个字，屋顶着火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哦，我猜对了。对，结束了吗？时间到了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很精彩。哎，这个不愧是摸鱼小孔眼镜，雨桐姐睡着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个你在吗？答对了，
几个。你在吗？我没答对过。你参与了吗？他参与了。他参与了。他参与了，对。他参与了，但是也就跟没参与一样。不错不错不错。这到底能不能？尽量不比划，那我们就纯用嘴说。你嗓子今天做好准备不要了，行吗？你明天有事儿吗？后天有事。什么事儿？录音。那行，明天没事。好好好。好，来下一组。你想去哪个，我就去另外一个。想想啊，你先来选。你跑步行吗？可以。我就用嘴告诉你，依然是四分钟，来计时开始。哎，咕噜音是不是金晨演那个？对对，他应该做那个表情。啊啊啊！好，程姐，谁？程姐那个电影，程姐那个电影。嗯，上期什么？金晨的电影啊。被骗电影四个字，被骗了被骗了，哦被骗了，那个他们那个电影那个电影，电影肯定是去年过年的电影吗？啊，孤注一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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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回答正确。乔姐也睡着了，坐在那就很容易睡着，远。你在干嘛？演啊！下一题，下一题啊！不要讨论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在公司一个东西，在公司晒东西的，对，晒东西的。你们俩纯一个以毒乱回在这儿。天台，三个字。晒东西的，晒东西的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我刚也那样吗？啊，你就这样，你还没他强啊！真的，真的。我什么也听不见。老板一般会对员工说：“哦，摇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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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动作三个字。”他们这个有点难。这个太专业了吧？是不是？老板对员工说：“啊，老板对员工做的动作，对齐，嗯，对齐，对齐什么三个字儿？妈呀，那个电影，那个电影，对齐颗粒度。”回答正确。我被他猜出来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个猜到了不容易。哦，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我、你、黄子和一帮人，你和一帮人，和一群啊、也是人，和一帮很爱做题的人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一生都只在做题，做题，做题三个字，怨人，怨人，怨人，三个字，怨人还有三个字，怨人们，什么？这刘烨肯定知道。你和一帮人干嘛？月姐，回头痛感很重。好，第一个字是一个方向，第一个字是方向。Number one，回答正确。好，四个字，难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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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杨杨过。杨过不对，神雕侠侣，你把自己肩膀上面的这个叫什么？没有胳膊，没有胳膊，杨过吗？杨过，没有肩膀，杨过，耸着，肩膀上面长的是什么？哦哦，肩膀上面是什么？头，哎，头对了，头怎么了？杨过的头，杨过的头，杨过没有关系。我真的我也想喊过了杨，然后你会嘤嘤嘤，啊啊！哦，哭哭哭，哭泣，头痛哭，痛哭，哎，痛哭对了，有痛哭，有头有痛哭，抱头痛哭，对啦，好，厉害，跟杨过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杨过，
谢谢你，放弃了，确实很累那个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四个字，前两个字谁的儿子？前两个字，谁的儿子？四个字，谁的儿子？对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前两个字是谁的儿子？天上，天上的儿子，雷震子。天上嗖一下过去的东西叫什么？嗖一下过去的东西叫什么？流星啊，对，流星，往下往下，谁？电视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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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星花园，流星花园，回答正确，金晨对了，好，时间到，哎呀，他答对了，这个也，好厉害啊，小姐厚积薄发了。时间到了，谢谢。好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黄子公司得到了大红包，丁程鑫公司得到中红包，然后我们田总公司得到小红包。但是大家先不要着急分红，哎，因为呢一切有变数。没错，好六集团总部空降一位大老板来到现场，他带来一笔助力薪资加入全场的比拼，让我们欢迎花儿与少年六的大姐陈豪老师。所有你好星期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陈好，我叫万林，朋友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万人迷。他刚刚参加这个欢乐家长群二的拍摄啊，飞机刚刚降落长沙，马上来到我们现场，所以呢现在我们花少团团聚啦。那今天呢，陈好不仅是照顾大家的大姐，而且呢也是我们好六集团空降的大老板。你可以在任意一个公司当中选择一个加入，你的加入会直接为这个公司注入10万的资金。哇，姐不用说了啊，你懂的啊。收到，你懂的。等一下，我可能有你们俩应该懂的，你们俩懂不懂？来，两个小孩哥小孩姐快。3、2、1。好姐，我们想你了。撒娇的小孩最好命了。蛮感觉，我也可以。我的天哪，好紧张啊，突然变刺激了。我们听听看陈好的选择。说实话，因为我是一个游戏黑洞，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特别紧张，我就说觉得我们这边娘家人多一点儿，我觉得他们会来吧女人。